要我跟我妈了。那你还有妈妈？不像我吗？已经去当天使了。还是我把我爸爸给你，反正每次跟他一起都没好事。哪有人这么把爸爸乱给啊？不然，我包我自己给你好了，有需要就找我，把我当你爸。嗯，乖，这样下很好，不要浪费时间哭。花力气让自己变强比较重要。所以，就会咯。想哭就来找我，我给你靠。我叫周旭毅，三桥国小五年一班，加你。虽然事实证明，他应该只是路过好奇而产生的行为。毕竟我转学过去后，他压根认不出我。不过那个下午，我确实被拯救了。你不懂，他的拥抱和让我靠，对那时候的我，有多么重要。要吃一起吃，一个人吃饱比两个人都饿好。两个人吃不饱总比一个人饿死划算。你没有必要这样子吧？朋友就是要这样。你说什么？不要就算了。好了。